好了。早啊，早啊。把全云木玩就好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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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大哥，我报到敬礼。哎，安本序，安那个嘞？啊，送给谁？哎，我没看到剧情啊，烦嘞。这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没看到，等一下我看一下记录。嗯，我走在路上，然后在滑手指。好嘞，被车撞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但要回，可以回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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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。I R E， 等一下，他会自己讲话哎、欸。你现在是一名守墓人啊，那我要回家找我。那么你得当好守墓人，先把隔离找出来，这样他将帮助你。谁？哦，奇怪的，这样啊，我真的不会看。这是什么噩梦？吧，来这来找，哎，找隔离，懂了、啊。一打开，一摁，浆果，养骷髅吗？哎、欸，我其实不知道、欸，哎，那时候只看到这一款，我就很感兴趣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秀秀也来报道 W 十九个月了，波浪服波浪服。谢谢，帮我等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嗯。哎呀，然后后面那个你不要把开太大声哈、啊，听到自己的声音，还点头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哎、欸，其实等一下啊、喔，我的画面好像没有。一直出现右上这个东西，等我一下啊、喔，我开游戏。看一下布布。这是全萤幕吧 ？U R D E R 是全 F U 哦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从U 好，下一个 U。啊，他不给我弄。找不到这个，好了。啊、这款好烂哦！等一下、哦，看又有，
啊，原来他可以自己拉哦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刚聊天，F，哦，哎，我在盗墓了。天哪，我是一个骷髅头，靠背，我是一个骷髅头，合理吗？嗯，红眼到这，要我找到个红眼睛，想起来了，哦，没错，找到我的，这个人告诉我。回答我所有问题。哦，真海螺。丁，但我要先问你，一没有，你是谁？我们在哪里？我一定在做梦。嗯，你来的什么？还记得？哎，自己走哎，我还记得，但我想，等下播广告可能会有点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用全萤幕切画面，好像这样子。太公啊，我清楚的记得那个铃铛还有一头驴，那头驴都很远，它可能，哎呦，老驴吧，哎。好感度里，哎，好正，僵尸，哇，会怕的驴，你懂我的话，让我们来聊聊。个廉价，刚刚知道了，廉价劳动力，嗯，这辆车并不是我的，不得，而不。被拥这辆车，哎呦，我还没看完呢、啊、哦，他讲话比我快，而且我每天只能挣到五根葫芦，这让我深感耻。你知道我来对吗，伙计？都不想念嘞、欸，这个混蛋假装听不懂话，懂不？我要回到小镇，要这个，给你这个，哦，爸。干嘛？哇，好感度100%吗？嘿，你在看什么？趁那具尸体还新鲜，好利用。他应该送到太平间。看我非常肯定。那我们开始。电，那按一拿起，放下。一，好。好嘞，他的感觉，将尸体在解剖台上，然后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从刚切下的肉来做，行，要切肉，当然，当然，我会说话的骷髅，知道你在哪里对吧？这个骷髅头对吧？对吗？对的，一切都不正常。所以，请闭上嘴，照我的话说，保证会告诉我家吗？请问直播到几点哦？哎，播到晚吧。我想玩这款游戏，要用村庄酒馆的肉换取。画的骷髅头像，然后将啤酒带回来给我。哦，你解锁一下，托盘，好嘞，所以要把肉放到这边，啊，为什么会解锁这个？汉堡三明治肉馅饼，我说话有点小声吗？哎，这款游戏300多块。因为那时候我这款游戏之前有加清单，然后我前阵子 Steam 上面有一款游戏，对吧？收到一个折价券，
他就是本25%，然后在我即将到高雄的前一天，忘记他那个公车，声音断断的，真的假的？声音断断的，真的吗？有断断的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太恶心了。然后刚刚讲话比较小声啊，你会习惯的。那之后我要怎么处理尸体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把它埋了吧，还是要这样的声音你们才喜欢，对吧、啊？因为我现在只能驼背，因为我现在如果挺胸的话，我背会很痛。带上尸体，我在墓地等你。哎、欸，所以现在又要把尸体干嘛？带走尸体啊？不能拖了吗？感谢 follow。哇！所以我们是把能利用的东西利用完之后再拔。哎呦，起雾了！再把它拿去埋。天哪、啊，这游戏好棒啊！告诉我们物尽其用呢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变得肉肉来了。我们把它埋了吧，用墓地中途工作台标记墓地位置，然后将小心将尸体剩下的东西或剩下的东西放进墓中掩埋装饰。警告：不要用山羊骷髅头和导致星星进行装饰。嘿，为什么？好啦，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吧，建造，这个。啊，然后嘞，这个，直接放吗？墓碑，这个，修理墓碑 ，F， 那还不行啊！我要怎么复？我要怎么放？救命！他刚刚怎么教的？这边吗？无墓碑，挖掘，哎、欸。卡关了，对不起，我刚没有好好看。教我，再教我一次。用标记坟墓的位置，然后挖掘。啊，我是要先把它放下来啊。标记坟墓的位置，所以我要自己弄咯，像这样子吗？然后捡起来。结果，不好意思，结果，这样子。F 挖它哦，我是天才，然后捡起它啊，哦，然后把它埋起来，好赞啦！您的科技还没有发展啊，这证明了埋葬证明，我记得钱有，有，我以前肯定的，我想去杀狗，等一下哦，等我站了一下哦。啊，主教哦，我看教主来了，哈哈哦，教主来了，他是你的主人，谁？主教来了，哇！哦，我知道有关埋葬证明，你可以请教他，他应该知道一些事情。我该走了，我将在太平间等我啤酒，好，拜拜。等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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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哟！我解锁成就了，可是，办嘞！哦哦，我好累，为什么？哦哦，我每周要到来这边，那也不没有啦。我刚刚讲话太小声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有什么东西？看一下，打开。哦，我好聪明。等一下，埋葬证明可以卖给客栈老板啊，老板，肉体。都快，哎，哎，你好，啊，看守人，你也在这里，很抱歉的告诉你，你的墓地很乱，我知道，非你将它整修好，修好，否则我不可能将你提拔为教士。不用啊，我是教主哎，当前的位置名称，嘿。重要的位置讯息，墓地的质量，教堂吸引力加等等，我不懂哎。修缮坟墓以提高墓地体
为此你可能需要一些特质。感觉就是要真对啊，哎，没有没有，感觉可以砍木头之类的。只要你的目的质量达到至少 level 5，我都愿意提拔你。哎呦，你就像一位灵魂领袖，而我看人很准，哈哈，呵呵。没有我不擅长的，就这就是我要去杀狗，来传达他的意。哎，你的前任，哎，我的前任，过去常把他的东西放在这里的某个箱子内。哎，可是我刚刚拿到了，你去找找，我下周来。事实上，我会每周圈圈来一次。也许这不在重，我吃了什么？我刚吃了麻辣臭豆腐。哦，他还感谢去吃。他还在等着我，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感谢 B E N J A M I O， 我来攻他。感谢续订，这是我的职责之一，但我并不喜欢它，它就是一种古老的传统。我对所有的传统和仪式并不太了解，我只是代表上帝的力量和荣耀，哈哈。我有个小问题，这里埋葬证明是什么？可以卖给酒馆老板吗？只要埋葬一具尸体，你就可以用埋葬证明。哦，对呢，有刚好看到换钱，叮叮，是什么？我修理好了，还没。我不是看守人，我当时在下班的路上，我要怎么才能修墓地？只要把所有的坟墓都修好，我不到一个小时以上就搞定，这是你的工作。完毕。我不是看守人。我要回家，出现了一个会说话的骷髅，逼我屠杀一个巨石。哈哈，这个笑话有意思，就是一个幽默的人。现在又来了一个 ，BB 是谁？谁是 BB？ 哈哈，就是我，哈哈，哈哈，白目，呼呼呼呼，幸福而美丽。大笑，白痴。询问有关证书问题，能告诉我有关埋葬证明的更多信息吗？埋葬我们。的同胞是埋葬我们的同胞。这个小镇和村庄之间订立的古代契约，只要埋葬一具尸体，你就可以用埋葬证明来换取。天哪，这似乎太复杂了，很难实现。对啊，这小镇的问题，小镇是我们这片光荣土地的中心，宫殿、总教堂应有尽有。这应该亲眼看看。但是算是到一幅一很古迹，其实那古迹耶，国文老师讲的那古迹。那怎么样才去城镇？离村庄不远，从酒馆往南方走，往下走。村庄在哪里？沿着石路，在墓地门口向东，哪位？向东走，没有，离开。要制作新的物品，你需要解锁相关巨斧，这需要消耗点技术点数。按 tap 打开，哦，点天赋了。红色点数代表你的手工制作技能和你使用材料的能力。红色点好，绿色点数代表你对自然万物的自然本身之。蓝色点数代表你非物质，你对非物质世界灵魂哦，不懂。你的所有操作都可以获得点数，你也可以通过研究专用表中的新物品来获得点数。先播广告。播个广告，好，我们回来了，完毕。你已经解锁一项新技术，并获得了石材储备，所以我们可以挖石头，可以从小岩石中获取石头，或者从大岩石中获得大石头。
大舌头，确定？欸，真的也可以砍木头欸，砍下一棵小树获得原木，可以可从干燥的灌木丛收集木棍，确定？哇，点天赋哦，妈，应该不用点吧？嗯，好，反正点数不够。嗯，好，先来这里打开，这先不用拿。来来来来来，要怎么用 ？F 要铁铁铲，要我觉得我的画面这样，再等我一下，我再调一下，因为变这个模。我看看啊，返回有画面吗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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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终于看到下面这个框框了。我刚刚其实看不，我的画面看不到下面这里啊，真的只能全屏幕玩了。我怎么打开包包 ？I 也是 I 好。锦兰箱子完了吧？哦，好可爱的云。嗯，他反了吧？这怎么是箱子里的？哎，然后嘞，要怎么用？贵装备，装一下，装一下，怎么装？哎，我要怎么装装备？电脑是，B I， 看一下哦，控制，W S D F， 刀剑攻击，空白吗？打开菜单 tab， 哎，好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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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 E M M Y L A W， 感谢订阅。哎，我要怎么弄啊？交一个呗，到我啊。我要放回去吧，回去吗？然后咧打开 I， 啊，哇，竟然是放里面使用哦，太猛了吧！这游戏好方便啊！你能相信吗？远端呢？东西放里面，哇塞！哒哒！一，原木，挖掘，我要挖吗？原木，哎，不对啊，我刚刚怎么整理这个的啊？这样子吗？该这样吧。啊？对不对？刚怎么弄这个的啊？挖掘啊，要挖尸体，要移除。哎，所以，我刚刚忘记怎么。来来来，无缺说什么？我看一下啊。教主，背包打开，你能看到箱子里的东西，而你把箱子的东西拿出来啊？哦，这，哈哈哈，等下，原来左边才，右边才是箱子哦。哦，确定，确定，哈哈，好反了。来来来来，原本我要让我们搞反啦！来来来来来。修理墓碑，哦，刚是修理墓碑啦，嘿嘿，这样，质量，哇塞，要一直修，一。对啊，倒比较重要。哎、欸，
下。好，不要技术，你没技术，你没这个技术，是啥？检查。一旦教堂再次开放，皇家府，好不？花坛，啊，所以这游戏有没有要？玩泰拉瑞亚，不要，其实玩的有点腻耶。一个人玩有点腻耶。没有玩泰拉瑞亚，很快就破台了耶。他要去哪里？他吗？啊，去哪里？跟着箭头走东方，东方是小镇吧？这是代表什么？女生、男生？哦，我来到小镇了，想站你去，去你们知道的东西。哎，酒馆老板，欢迎光临马酒馆。我赫拉迪克，我能为你效劳吗？来自木，我来自木。今天我醒来，发现自己在这里，然后一切都变得疯狂起来。像有一只好大的蚂蚁在我旁边。哦，抱歉，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蚂蚁去死！哎，没了吗？哦，我们这个小镇还充满了希望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开放教堂？我需要先修理墓地。当然，当然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打理这里。那我们开始干正事吧，好吗？能为你效劳吗？